铁路地下化重大的起程是104年8月份照顾住宅动工，105年9月10号都市计划变更通过，那106年2月20号今天啊照顾住宅上梁，那在下个月我们会来进行铁路地下化动工的工作，啊让市民可以了解整个建设的进程都顺利的在推展。那至于什么时候会完工哈，就根据行政院核定的计划里面，大概工期啊哈，大概3到4年左右啊就可以完成。我们希望未来能够顺利推展。